第四幅画，我们来画这个谷子麻雀。然后画之前呢，不像以前先介绍工具是吧？毛笔，我们这次先看一下这个画。所以说有时候就是看画，它一幅画它好在什么地方，它坏在什么地方。比方说这一幅画感觉呀画的挺好，但是让你讲它好在什么地方，你能讲得出来吗？再有它的画。坏到什么地方，你又能讲得出来吗？对吧？然后咱不说好坏，就说我的这个画是我是怎么画的，然后我是有是一个什么思想来画的。首先这个谷子，你看它这边它的势是全部是往左下，随着它有弯，它还是势还是左下，它的势。左下，左下，左下，这个叶也是左下，左下，左下，然后它全是左下，没有这一根带挡住它的话，你感觉还好看吗？就像一个洪水一样，它全部喷发出去，然后没有阻碍的东西，它就太直，感觉太直了。然后它的势太猛，需要我们把它挡一下。这画这一根这个谷子，中国人讲究比较含蓄。都不喜欢太锋芒的东西，比方说，写书法也是想往欲左先右，对吧？欲右先左，它有一个，比较中国人讲的比较含蓄，都不喜欢尖锐的东西。比方说，你的一个朋友，他讲话也好，做事也好，都特别尖锐，然后大家可能都不愿意和他做朋友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讲一下这个构图。构图的话。它从这面，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，它的画面是不是占了整幅画的1/10呢？它空白是不是1/3？我说的是三七开这个黄金分割比，它。不是说旧的用尺子量着，旧的三，旧的七，你28也算，19也算，没有万事没有一定，根据你画面的构图，但是你五五不就不好看，对吧？你画面占到一半儿吧，正好一半儿，它就很难好看。还有一个就是井字法构图，井字，井字法构图，我们的主体啊，一定要放在这个点上，这个点上，或者这个点上，这个点上，根据画面的需求。看我们这个麻雀，是不是放在这个点上了？是不是放在这个井字格的这个点上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分一下，它就是在这个点上。再有就是笔墨，我们用笔的话，咱就干湿浓淡，然后还有你的笔锋的转换，你的顺风、逆风、侧锋，是吧？笔法讲了很多很多，我们会有一节课专门讲笔法。画几幅画的话，我们就开一节课，就是笔法课，就专门讲它的笔法的墨法，就讲这两样。现在我们不具体的讲，大概讲一下，我们理解了整个画面，理解了以后，我们再去画它的时候，我们会画得更好。然后这幅画的这个谷子这个叶儿，大部分就是侧锋了，侧锋的话也不能偏飘，然后要侧锋也要把纸压住划过去。你看这一笔它就这个地方就湿，这个地方就干，对吧？由湿到干。这个地方浓，它又有淡，浓淡，它这个一个层次里面还有变化，还有这一个主页，它也是侧锋，你看，侧锋，然后比较湿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又比较干，湿干，它就有个干湿的变化，画面就会丰富很多。还有墨，你看本来是淡墨，然后我这个地方故意，然后弄一点浓墨，破了一下淡墨。
感觉就是说层次更丰富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弹幕的话，它虽然有层次，但是感觉还是缺少东西。它缺少什么东西呢？就缺少这一块浓墨浓破淡的一个感觉。看湿干湿干，对吗？用笔不要犹豫，要潇洒，蹭擦下去，蹭擦下去，要潇洒一些，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下笔画了一半了，还不知道怎么走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你就画的画容易就是不潇洒，然后比较什么，本来都是竖式，然后就你看往下往下往也是算是往左下的左下吧，然后就一个小印儿就往上挑了一下，它为什么会往上挑呢？全部往上，它还是说它的势太猛，需要微完的微转一下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我故意画了一点，你看，全部是两个两个，然后在这加了一个，就感觉只有三个，这有两个，对吧？然后有多，有少，然后有粗，有细，有大，有小。衣服好的话，它都点很多，那大小多少聚散，对吧？都有在里面的。然后这个鸟落在这个地方，它就是井字法的一个构图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觉看这一幅画的话，看这一幅画的话，第一视线就会看到这一只鸟，是不是？大家会不会是第一视线就是看到这一只鸟？然后第二视线就是这两根骨子，这三根骨子，然后第四视线呢，可能就是这个叶子的墨发的变化，第五视线呢，可能就是这个这一根，还有两个章，一个印章，对吧？你看，如果不盖这一个印章的话，这盖两个的话，就感觉全在右边，然后左边都没有东西。然后我盖了这个印章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又出现一个黄金分割比，就是什么，从这里分开，是不是？从这里分开，这个地方又占了三，然后这个地方又占了七，整幅画面呢又是一个三七开，黄金分割比。所以说，大家画画的话，一定要运用这个黄金分割笔，它会在运用到你的笔墨上，它的一根线上都可以运用到。像这一根线，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弯一下，也是在黄金分割笔的底儿上弯一下。看这一根叶子，它这一块重的墨，浓的墨，它就占了三分，然后从这儿估到这里，它又是七分，又是三七。你看这一块浓墨是不是占了三分呢？然后下来以后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七分呢？又是三七开，黄金分割比。好了，我们来画这一幅画。